好，今天是礼拜五了，11月25号，哦，都是礼拜三做的。然后等一下要出去拜票，所以刚好现在有空，就先做个一下。人家6点要拜票，所以现在哦，一样照上次的动作。空的，写上今天的时间，就是1月23，就是11月25。然后17:20前置作业3分钟，22，不差了，礼拜五。立马动作就跟那一天一模一样，一样，新的，这个超难旋转部给它丢进去。可以下，有到那条线哈，好，一样是挖鼻孔，这个准备好，然后挖鼻孔的去哪里了？挖鼻孔的怎么不见了呢？我在这里，这么小。剩三只，好，继续。来，撕开那个，一样照那天，这次就不用照脸了，反正就是挖鼻孔，干净的啊。现在换挖右边。大概每次用哦，插到这么深，你看又平音了，刚刚都还好，这个一样进去，然后边缘旋转1、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边缘压一压，好，这个然后压两边，压着，这个拆一点。没有错，对，就该开牌啊，这样子，要摇吗？忘记了，那天等下没有摇，好，没事，就这样。立马流鼻水。新的，确定一下日期，好，OK 的，好，先验，然后我再写上时间。均匀一下。那一定的经验很难挤。三，
是五。好，5D。哦，5:22，好，那就让他跑，我要去洗澡了。如果等一下跑出来是阳性，我就不用去拜票了。那如果是阴性的话，我就去帮我们里长拉一下票，然后看他这一次是不是有机会顺利当选，然后可以帮我们里面多做一点事。诶，就是那一天的尾巴。没有，这是今天的，先放这里。那因为今天是25号嘛，明天26号要投票，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不做的话，你明天还是要做啊。因为现在做完，你下一次如果说礼拜天晚上不出去，那你就礼拜一再做就好。你就可以省一只。那如果说你觉得礼拜，你不想去投票，那你就干脆就不要做啊。因为我是一定要参加投票的，不然我回来干嘛？所以用完，然后等，然后投完票，礼拜天是礼拜六投完票，所以现在用完，我明天就不用担心就去投票。反正自主隔离，我们就按照那个政府的游戏规则下去做。
15分钟，哦，非常的清楚鲜明。好，那就结束。所以我下一次要做就是礼拜六日，礼拜三、五、六日，礼拜天的晚上或者是下午。如果晚上我要出去的话，那我下午就要做了。如果礼拜天没有要出去，就不用做。大概是这样子的游戏规则。